笔换肠胃消，你等一下。好。是怎样？算了算了。Abby 可以出来咯。我们这一趴呢，是我们要来玩桌游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一次麦卡贝有请一位特别来宾，校长。Yeah! Yeah! 是你们出的那个桌游哎。世界上有两种人，那当初是因为我你就是想添乱。我想，我想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吃皮蛋豆腐拌在一起。哦、会拌。我不止拌，我吃皮蛋豆腐是他说然后球把它捏烂，捏烂之后之后再剪个小洞，然后这样挤。真的太多了。小凯一开始是好奇，对，我一开始是好奇，然后发现我跟鸟屎这样的人是少数。如果一桌人吃饭，只有一个皮蛋豆腐，会感觉你会愿意？我在出世界上两种人之前，我真的会帮大家拌，因为我以为大家都是拌。然后后来我最怕遇到这种，对，我还贴心的站起来说来我帮大家拌，没关系，然后来一点，来一点，只有两个人晕过去。哎、欸，我这才突然想到，因为我跟小搞和他女朋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起吃过一次火锅，皮蛋豆腐。对，他确实真的是把什么料都先丢下去的，就好像不会问他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料就不行了，料为什么不行、啊？曾经跟一群朋友去吃那种现宰那种温体牛，然后那个一盘温体牛送过来，然后他这样，来来来，我帮大家弄，然后整盘这样下去，前桌站起来推销。温体牛不行啊，温体牛我不会，然后反正直接拿高粱砸破。所以里面就是充满了，就是我们过去三年里面北京的宗教战争问题，对，都在这个里面。太棒了，最喜欢这种。哇，这个感觉很好玩，很恐怖，玩完就不会是朋友。那你们之后会出补充包吧？补充包是一定要有的吧，而且也要与时俱进。对啊，就到最后直接超敏感，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？直接是选举选谁？过年的时候直接不能玩，爸妈直接吵架。由主持人先抽题目，确认题目后全员进行讨论，讨论完毕后写下答案，再由主持人抽出计分规则卡进行。得最多分者获胜。上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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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不了。Oh my god！ 宗教战争来了，卤肉饭拌还是不拌？我是都可以。不是，到底卤肉饭为什么可以不拌？它就是均匀的肉汁浸润在每个米粒里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会想要吃一些白饭，我就比较不会。那你为什么不点白饭？因为我想吃卤肉饭啊。不是。我现在觉得我甚至不拌派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一样是没差。我刚刚想到一个很好的说法，不拌的话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拌它。谁跟你这样捏嘎？我觉得我不是因为自由的问题，我纯粹是觉得每次卤肉饭来都超满的，我一拌的话一定会掉到桌上。哎，这是真的。如果要可以给你选，你要没脸烂身材还是丑脸好身材？哇塞，超难的，这个真的要丢这个了吧？这太难。我有答案了。干嘛？因为你已经是没脸烂。烂身材是不是？我是丑脸烂身材，我是丑脸烂人。哇靠！那给你选的话，你要没脸好身材还是丑脸烂人？大家哇，怎么选呢？你要大过还是 PSP？ 啊，我选 PSP 好了。你要选一个规则，多数尊重少数好了。来了，开了，一二三。所以你们要烂脸好身材，身材超重要的。你开台都照着脸呢。哎，我有好身材的话，我就不照脸了，就只照这里。对呀，是啊，对呀，就不照脸了。拍书片哦。臭豆腐炸的还是真的？我都超喜欢。我也超喜欢，但我会选炸的。我觉得真的特别臭。我觉得店内的环境臭味也很重要啊。有一些臭豆腐店，哦，一进去哦，臭豆腐店啊，臭豆腐店啊，很臭很臭。臭豆腐一来，哎，没味道。哎，到底是哪里在臭？这餐厅到底哪里在臭？这两天在臭。哎，我就不讲是士林夜市哪一间了，大家应该心知肚明了哈。口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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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口。我还蛮喜欢那间的，不要这样。我也很喜欢，我也喜欢。原来百香果泡菜现在都讲出来了，太明显了。我今天才录影录到一半在修背景 ，OK 啦，我们这边很 free 啊。你看，你看我们这个，我们不这么 free free 录不到八年，我辞职了。就知道我们这边人手多缺多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。因为资源都在哪呢？都在深圳的一路。
录节目那边。哇！